第31题，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看不见的能量转换，例如电暖器可将电能转换成热能，马达则是将电能转换成力学能，那么电池的能量又是如何转换的？我们上课提过，我们家的电池都是化学电池，是利用化学变化来产生电，所以它是化学能转换成电能。第31题问我们说，那么电池的能量又是如何转换的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化学能转换成电能。